算是委屈了，若不是为了娘，为了这沈家。老大不好了，老大，老大不好了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姑爷逃婚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快点，再快点，把刀缩回去，坐稳，我会快到超乎你想象。驾驾。兄弟，兄弟，你这弄脏我马车费用怎么算呀？我这已经给你够多的了。就你给我那50两银子，我帮你跑路还得罪了沈阎王，后果很严重，你知道吗？我要不是敬你是条汉子，你给我100两我都不会接这单。请你马车费用5两。这为小人与女子难养。哎，你哎，5两啊，5两啊。我说过你跑不了。沈小姐，我跟你回去，我答应做沈家赘婿。你别打我行吗？晚了。沈小姐，放我下来，快放我下来。我的5两。说。沈爷，沈捕头你好。你想怎么死啊？哎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，逃婚的是那小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帮他，他能逃出城吗？那你们不逼他入赘，他能逃吗？他逃婚正合我意。那我岂不是帮了你大忙？我娘因此被气晕，你说怎么办？那找大夫呀。不如你跟我回去，你比他有骨气，长得也顺眼，体格也还算健壮。我不。好吧，我去。别杀我，有话好说。沈捕头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拿刀指人不礼貌。陆小白。到到到。年方20，家住信州城西垂柳巷，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正当职业，视钱财如命，奸猾似鬼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。我可有遗漏？沈捕头，你遗落最重要的2个点，就是人畜无害，童叟无欺。识字吗？卖身契，文小白甘愿卖身沈府，为期半年，以此为据，这岂有此理？沈君夜，你阴我！白纸黑字，你还能抵赖不成？你当我天朝王法是纸糊的吗？我要告你，你是非法拘禁，逼良为奴。去信州府衙告我。对，知府大人是我姑父。沈捕头，你说你大人有大量，何苦为难我这种小民呢？就把我当个屁的一声放吧。
半年而已，眨眨眼就过去了。这不也没过去吗？陆小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们神府的一名次等家丁。快点！我这不是干着呢吗？嗯，大人。这条路记得没那么长，并肩走着谁都没话讲，沉默是最揪心的悲伤。大人，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君夜，啊，听说你不要太难过。我不难过。真的吗？我沈君夜喜欢的男人一定要有担当，有勇气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那种怂包恨不得一脚踹死。江大人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思考。这是刑部发来的海捕文书，看，狂匪周彪在江南道各州犯下多起劫财杀人案。月黑风高夜，这次我一定能逃出神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罢了，回去睡觉吧。过来。沈捕头晚上好。沈捕头辛苦了，这么晚了还在工作，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啊。你想逃啊？我发誓绝无此事。哼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干什么？随便看看，说不定能帮上你。周彪杀人劫财，手段残忍，通令各州府严加追捕。你笑什么？这周彪就藏在信州城内，你们居然毫无察觉。你怎么知道？作案地点分析啊。泰州、洪州、通县、玉阳，还有剩下的几个地点，连起来像什么？原。中心点在哪？是我们信州。没错，根据我多年的藏据地点，方圆扩散，四处打家劫舍，这是很多贼人的作案规律。你确定周彪藏身信州？不确定，但是有极大的可能。这幅画上的周彪也不一定是真的，胡子、眉毛还有脸上的痣都可以作假。你可以酌情删减，然后再多画几幅，兴许就有周彪的真实面貌。哼，说的似乎头头是道啊，不过是胡乱猜测吧。无所谓啊，反正又不是我的事。陆小白，你敢消遣我？开玩笑，谁敢消遣你沈阎王啊？你说什么？
沈君夜，我陆小白与你不共戴天。省点力，小心伤了元气。九叔，你可终于来了，快救救我吧。小白啊。九叔。我救不了你，滚！我这些年帮你办了多少案，给你提供了多少情报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差点死在暗探行动中，你就这么对我？先等会儿，沈君月似乎对我的事情好像了如指掌，是不是你透露给他的？啊？啊？是啊。你，哎，放心，你呢？还是童子鸡这件事，我没跟他说过。沈九，你这个老王八蛋！你衙门查案需要人手，你们都跟我走。是。是你留下。为什么？小姐吩咐过，绝对不能让你离开沈府半步。你确定要放弃一个查案高手？嗯，留下就留下。嗯，好的。嗯嗯嗯，走。嗯，下一个快点。等一下。走。等一下。走。哎，你。走。等一下，好，走，走，哎，等一下，走吧，等一下，把头抬起来，走吧，站住。把头抬起来。把头抬起来。一个人都没有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周彪，束手就擒吧。就凭你？没错。我周彪纵横江湖十数年，还从未杀过女捕。今天。一个，那就试试吧。哎，自由的感觉真好。沈君夜。周彪吗？
你不是挺有能耐的吗？嗯，你倒是抬起来啊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哎，你别讲话，我不想听你夸我。我是说，你的武功真的很烂，不过非常勇敢，是个男人。我谢谢你，和你奋不顾身救人相比，微不足道。你让我发自内心的钦佩。陆。君夜，君夜，你没事吧？小白，周彪尸体在里面，你们处理吧。是，好。就说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，还能是谁呀？哎，哎呀，哎呀！我睡了多久？哎，一天一夜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怎么又被抓回来了？哎，抓这个词儿呢，用的不太准确，应该是抱抱。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。能屈能伸，不拘小节。明晚望江楼是庆功宴，早点到。哎，可不可以不去啊？嗯。我陆小白言出必行，说不去就不去。饿了来这儿吃饭，应该不算违背承诺吧？这个好吃啊！来，陆兄，阁下是？在下江守臣，天为信州法曹。哦，你就是沈君月的上司，可以这么说吧？太好了！啊。陆兄为何如此激动？周彪府，周彪府法，功劳是不是也算我的？那当然了，陆兄功不可没。那理所应当，衙门是不是该给点儿？陆兄想要多少赏银啊？其实呢，我要的也不多，我呢就是特别想要一个字。什么字？君夜，江大人，九叔他们已经上楼了。啊，陆兄，哎，快快入席吧。啊，好。哈哈，江大人，来，请。啊，坐。这人都齐了，小二上菜。收起那点小心思，中午才能给。
小白，君燕跟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他说他想要，我没给他。九叔，没事没事没事吧？茶太烫了。哎，菜来了，客官请。他好像中毒了，起开。死了。你们俩守住望江楼前后门，不许任何人出入。是。袁掌柜，有人在你的菜里下了剧毒，想要毒死我，结果毒死了你家小儿。哎呦，信不妥呀、啊！这袁某完全不知情啊！我们不知道啊。哎，君夜，老袁这个人呐，我还是很了解的。谢谢舅哥。对对对，估计啊，你打他一顿，就什么都说了。啊、舅哥，师傅的，我是冤枉的呀，冤枉的呀。有没有冤枉？一问便知。啊！菜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是。为什么下毒？我没下毒，没下毒啊！叔，我没下毒呀，我。是呀。哎呀，君夜，这个小袁呐，我更了解。师不得呀！师不得！我们跟各位大人无怨无仇的，怎么能下毒呢？这是吧？对。能接触到菜品，只有你和那小二。难不成他还自己给自己下毒吗？这我也有可能是有人偷偷潜入厨房，再去下毒。良言呐！哎呦，良言呐！担心你全家呀，我。大人，我建议彻查望江楼的客人，找出凶手。对，九叔所言极是。是。哎呀！大家别急，马上就能查清楚了啊！先不慌，马上就把案件查清楚。各位别急，待会儿我摆一桌，请各位吃一顿啊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闭嘴！各位再等等吧。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才是凶手？是的。干嘛？看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。我知道不是你，不是让你帮我把凶手找出来。凭什么？我又不是衙门的人。你看啊，你刚才差一点被毒死了，啊？难道你就不生气、不愤怒吗？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去。陆小白，你想干嘛？帮你找出凶手啊。怎么帮？当然是情景还原。常在吧。上菜喽！菜来嘞！小二，我的菜怎么这么久了还没上啊？客官您稍等，马上就好。客官，您的冷碟。好嘞。哎，来嘞！来。现在的情形与方才是不是一般无二？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跟刚才啊一模一样。
袁胖子做菜的时候没有外人进出过伙房，期间袁胖子也不曾离开，说明凶手不是在伙房下的毒。既不在伙房也不在大堂，不然我们想一想，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？不，凶手下毒的地方正是在人多眼杂的大堂里。怎么可能？刚刚你也看见了。陆兄看似胸有成竹，站起来。把手伸出来。你的袖口上为什么会有油渍？我刚才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染上的。你的桌子上只有一盘冷碟，哪来的油渍？我早上在家吃饭的时候染上的。早上吃饭染上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干。我看你分明就是在小二上菜之前用极快的手法在菜里下了药，导致袖子上沾满污渍。你说我说的对吗？来了，客官，您的菜来了。小二，上菜。哎，好好好，马上到啊。来了来了啊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客官你慢用。哎，好好好。来了。我没有下毒，这油渍兴许是小二上菜时泼洒在我衣袖上。对，就如此。你手臂粗壮，手紧极厚，虎背熊腰，而且头发上还有一粒麦麸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个苦力，而且是货站的苦力。是又怎么样？周彪在信州城的身份正是南东货站的苦力。你和周彪关系不浅吧？我要杀了你！放开我！给你个大嘴巴子，吓死我了！本官看你也不像个恶人，为什么会与周彪为伍？我要病重，是周大哥救济的。周大哥对我是恩重如山，我要杀了你们给周大哥报仇！别叫了，别叫了。孝义虽可敬，作恶法难容，明白吗？带走。走。放开我！大千杀了戴小二，黑杀了九龙，放开我！走。放开我！郭总，陆兄果然慧眼如炬啊，在下叹服。小小发挥而已。大哥，陆老弟，大哥，叫没事没事没事，叫叔。叔，叔什么叔？叫哥。行，那就叫哥。你可真是帮我们大忙了。哎，等一下。那个多了咱就不说了，对吧？以后我来吃饭，这个饭钱嘛，这个好说，以后呀你就白吃，想怎么吃，好怎么吃，好好好。哎呦，哥哥有点饿了，要不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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